小时候一个很深刻印象，就是经常在搬家，然后那个家呢是越搬越小，所以我从小就开始有一种想法，长大之后要努力赚钱，以后要有一个好的家，舒适的家。不管我做铺柏油路的工人啊，烧焊工人啊，拆船的工人，我那种那个想法一直都是存在的。做安利之前呢，我是一个餐厅的吧台师傅，虽然每天工作16个小时兼职做安利，但是呢没有一场会议落过的。这一个本子呢，我是走到哪里跟着我到哪里，安利的所有的培训课里面的教材呢都在这里面。结婚之后呢，我也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全世界最快就达到这个高级经理，因为跟他结婚他已经是了，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是了。好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小痛苦，因为那个成就是许先生创造出来的，不是我，所以我就想办法呢怎么样去做这个前线的工作，然后开发市场啊，还有就是怎么样的充实自己的那个安利的知识，那怎么样去带动自己的伙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那个就是一个真正的财富。我们可以用按压的方式，然后呢再慢慢的把它刷均匀。不一样哈，对，我们是不是拍手鼓励一下？其实我到现在还有在服务我20几年前的客户。哎，喜喜这一瓶高蛋白啊，一瓶洗蝶精啊，我们还是跟他送过去的。问他们说，哎，那你现在啊过得怎么样啊？好，就是用家人的一种关心，已经不是那种销售的感觉了，而是一种朋友互相之间的一种互动。整个我们那个安利的过程哈，其实就很像蜜蜂，在它这个采花蜜的过程当中，它没有发觉说，其实它的脚也沾满了花粉，然后呢又成为花朵的传播者。初期我们可能就是为了要多赚一点钱，可没有想到说，在经营这么多年之后，然后也像那个蜜蜂一样，把安利这个事业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除了在台湾大陆啊，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欧洲，还有像亚洲的新加坡啦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越南，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。看着安利对公益、对环保啊的那种责任，也让我们深有感受。我们就向相关单位做了一个正式的申请，申请一个叫做中华卓越国际公益协会，有做那个募款音乐会，配合高雄市教育局来做了一个前高雄市小学的征化活动。在最近呢，我们做了一个除旧迎新、寒冬送暖的活动。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哈，总共的交易次数呢超过1000次。安利让我们生活无余之外，更让我们的心灵很充实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对的事情，然后也帮助很多人。我们透过安利事业拥有了财富上的自由，也拥有了时间的自由。我们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啊，全家人在一起环岛去旅行，带他们到世界各国去旅游。
更重要是又有一个爱我的先生，还有三个听话的孩子，所以这一些呢已经是非常幸福了。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体会是，真正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很多，而是你计较的很少。当你愿意去咀嚼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真的很幸福。刚加入的时候，为了生活需要努力拼搏，做到了高级主任。高级主任之后，父亲得了癌症，为了不愿让父亲可能带着遗憾离开，努力做到了高级经理。1993年能成为 FC， 是因为要圆母亲的梦。2002年做到了 FAA 40分，2004年50分，2008年达到了 FAA 55分，是因为有太多的伙伴及家人亲友的爱与期望。因为这份爱与期望，我跟淑芬，我们两个人会继续向 FAA 60分迈进，我们更会去挑战 FAA 70分。各位朋友，各位伙伴，别让爱我们的人等太久，是拼搏的时候了。是拼搏的时候了。正太伊娃曾经在一次的会议上面用奥运精神来训练我们，要在奋斗中找乐趣，在规则中求胜利，在榜样中显力量。最后，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安利朋友都在这三个基础上迈向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。祝福大家。